Oi!宋天，你快来看看这是什么？啊？你好，丁浩。宋天，你见过这个吗？你从哪儿弄来的？这是我爷爷给我的。我爷爷说他们很神奇。为什么说他们很神奇啊？但他们真的很酷。哈！你要把这些徽章都带在身上吗？这可有点太多了，而且好难看啊。我不想带着他们。唐莹，这是丁浩的，请还给他。不要，我不要。他是我的，是我爷爷送给我的。我不给你又怎么样？啊，唐莹，你们离我远点，否则我要喊了。哇！新英雄，欢迎你来到小岛。我是笑笑。聪聪。飒飒。静静。微微和长鼻象马上就要到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，新英雄？我叫唐莹。这是哪儿？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？来不及和你解释了，他已经来了。哦，他是谁？大家好啊。我们把这种怪物叫做梦怪，他是你的梦怪。你说这个是我的梦怪？我可从没见过他。唐莹，他是因为你的恐惧或者坏习惯而出现在这里的。你必须打败你的梦怪，我们大家都会帮助你的。哦，打败他不行。为什么会认为他是因为我才出现在这儿的？因为你心里已经出现了梦怪。如果你和梦怪都在这儿，那就说明你在现实世界受到了惊吓或者做错了事情。好好想一想，你来到这里之前在做什么？来这之前，我当时是在浇花，然后我拿了丁浩的徽章。啊？我们的徽章？你把它抢走了？但我刚刚只是在和他闹着玩，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看来是你放我出来的。太好了，我要第一个吃了你。不要不要。这是护腕发射器，它可以发散出一个光圈作为护盾，也可以发射出闪电、激光、风、冰雪、雾气，同时还能作为通讯设备。你们竟然敢反抗。我叫微微，这是长鼻象。快拿着这把英雄之剑，他会帮你的。可这就是一个玩具而已。它是英雄之剑，战斗的时候它能帮你打败梦怪。哼，不，我才不要这个玩具。爷爷。谢谢，我变大了。啊，你说这个东西叫英雄之剑，可它明明就是个小孩子的玩具。你看，它又长大了。什么？这都是你们的错，都是你们让它变得这么大的。好极了，唐莹，太谢谢你了。它长得太快了，唐莹，你现在要怎么打败它呀？打败它？我为什么要打败它？我要回家，你们马上送我回家。唐莹，你必须战胜这个梦怪，现在已经是你唯一的机会了，否则你会一直这么没礼貌的。唐莹，别停下，给我更多的力量吧。你为什么会这么高兴？如果你是我的梦怪，就应该服从我。我命令你快点离开这。还笑。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，还会让你知道如果你不服从我会发生什么。
你会受到惩罚的。你在给我挠痒痒吗？为什么英雄之剑不起作用？你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情，好好想想。我玩够了，现在该吃饭了。水晶最亮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信号，到时候你就可以回到你的世界了。唐莹，你千万别再弄出这么大的梦怪了。不过要谢谢你打败了他。今天多亏了大家的帮忙。还给你，真是对不起，我只是想和你一起玩。好吧，没关系，一起玩吧。如果唐莹你想和我们一起玩的话，那就来吧。你喜欢徽章，那他就送给你吧，你拿着。真的吗？是好朋友吗？好朋友，好朋友，真是太好。